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5月12，米迦书7章7节安尼讲：毋过我要仰望上主，要听候上帝。我的救主，我的上帝，会听我的祈祷。三个来祈祷，会听我的祈祷的天父，我感谢你，主啊。你是阮的山岩，阮的要塞，阮的拯救者。主啊，你是阮的石盘，阮要专心倚靠你。主啊，你是阮的灯牌。阮的溃烂，阮的棺材，阮的避难所。主啊，你是阮及时的帮站，阮要来称颂甲阿罗你的名。因为阮求救你的时，你就拯救阮脱离一切的灾害。主啊，当艰苦患难临到阮，伫苦境打我。当大地阮到要未喘气的时，主啊，虽然安尼，毋过阮要仰望你，要听候上帝，阮的救主。你会听阮的祈祷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